通拼，不是爱拼才会赢。面对困难不通惊。我今天听初辈在咧讲，外乡这几天啊，甲家宏行一外。您高姐嘛是安尼甲我讲。那你讲起来，这件代志唔是真诶呢？你的个性真无顶道呢！敢讲干那凭恁初辈啊，就甲恁高姐讲一句话，啊，你着对恁某月英啊无信心吗？我对月英有信心啦，我月英的个性真倔强，伊对查某感情的代志，应该无遐尼简单就认准啦。既然你若对月英啊有信心，安尼就好啊。也毋过，是搁咧，也毋过安怎？你都已经讲对恁外婴有信心啊，哪会阁讲我做也唔过来反对你家己？好啦，阿无你甲我讲，你即几工啊，敢有发觉到恁外婴啊有啥物所在过意？外婴即几工啊，举止行动甲普通时啊同款啦，无啥物过意的所在啦。啥？你伫遮坐哦？哎，嘿嘿，老公。今天生意谈成了吗？有啦，谈成了啦。做啥？我高雄那趟生意嘛，恭喜啊！哦，安尼真好啊！俺两个阿母一人讲一趟生意，拢恭喜啊！安尼足好诶。做啥？安尼我入来啊。哦。爸，啊，为了今仔日有家宏再去高雄讲生意，啊，哪会讲转来？我感觉伊敢若各样各样呢。那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哪想哪笑？哈？你讲啥？无啦，我无讲啥啦。我是讲，啊是什么代志啊？后日安尼哪想哪笑？我是咧想着高雄迄个担当的啦。之前我去厦门地接行李的时阵哦，伊有够古毛的啦。啊，我想袂到哦，即摆我含家宏同齐去厦门地接，才讲无外久尔，伊就随答应。讲到家宏哦，伊真正是咱公司的福星。伫个公司咧做代志，毋是干那骨力认真拍拼，而且佫替咱公司哦求出侪业绩。先生，爱先生，你袂讲话。等你开嘴合嘴就是家宏，啊，拢要叠加娱乐，我是要讲甚物话啦？先生啊！我给欧露，你不欢喜哦。阮某离我这个做红菜面头前，一直欧露白的查甫人，我变哪欢喜啊？听你的意思，你唔袂食醋？嘿啦，我咧食醋啦，因为我认为家宏无像你讲安尼遐尼好啦。员工伫个公司表现了好，啊，咱做头家哦，当然嘛爱讲欧露。啊！不过你咧学咧家宏迄落口气吼，听入我耳腔来，无像是头家对员工的学咧啦。啊！你的意思就讲，我含家宏暧昧关系。你若是安尼想哦，对我这做恁某的来讲，等于是一种侮辱哦。我知影你的个性有较软弱啦，啊！不过你有你的好处啊。你就会晓替别人想的，而且你阁遐尼疼我，我会当嫁给你这种好人才哦，是我这世人上嫁到的福气啦。我变老可能阁去嫁伊其他的查甫啦。我还阁会记得哦，当初是头一摆和你见面的时阵，我一个看到你哦，我就感觉真怪异呢。我就认为讲哦，这个查甫人就是我这世人要挖苦的查甫人。你敢会记得？你头一摆啊？去田里的时阵有无？
迄款情形是安怎？无咱来采呢？喂，是太哥啦，探头骨骨啦。无紧啦，行。哎，探头骨骨啦！哎呦，三弟啊！喂，哎呀，有啊有啊，我来跟你讲，你的声音都无适合这个所在。起来，啊，有安怎无？啊啊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哎呦，我要进去！哎呦，来，阿妹啊，来，我扶你干。所以啊，迄个时阵，我的心肝内就一直是认为讲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太太，我要替咱这个家庭好好认真打拼，这一直是我心肝内的目标。所以讲，天上啊。我的心肝来跟他你尔，你哪有可能有别人？我娘啊，你对我足好诶，是你啦。我不应该乌白吃醋，不应该乌白想。你的吃醋，这嘛表示你爱我。是讲，你是安怎奈汹汹后悔？我含家宏有啥物暧昧关系？啊，着外口的人乌白讲啦，我无注意。暗车会去误会你，还是谁讲的？因是讲啥？无讲啥啦，安都讲哦，即阵啊你含家宏哦，做伙安尼出出入入啦，啊家宏对你足体贴的，因只也想讲，恁两个可能有啥物暧昧关系。这是谁讲的？做不起啊啦。一切拢是误会啦！啊，做尾仔这毋知讲嘉宏是咱公司的员工啦，啊，佮看到讲吼，你也毋嘉宏加遐尼我，啊，毋知安尼想。不管嘉宏是毋是咱公司的员工哦，伊今仔日讲这种话，对我的人格就等于是一种侮辱呢。好，我知影，一定是因为我叫伊搬厝，所以伊心肝内唔愿。伊想空想胖，超工要来洗弄咱阿母的感情。阿玲啊，我拄则甲你讲过啊，这是误会啦。啊，初尾啊，像迄种人，伊袂安尼啦。你头拄啊，毋是甲我讲，这是初尾啊，才甲你讲的。现在你哪会搁替伊辩解？啊，初尾啊，坐落，普通时啊，较疼我啦。啊，伊可能是惊我吃亏啦。啊，毋只好讲我了解，可能是要叫我先做一个预防啦。迄款人讲的话，你也要信哦？我知影啦，我无相信啦。啊，不过伊是时大，啊，我是细吼。啊，伊咧讲我，我边啊，我干那加减啊听尔啦。月亮，你是要倒啦？你来找臭婊子啦！啊，你找臭婊子是要创啥啦？我要来找伊好话理论，我一定要甲伊讨回一个公道啦！月亮。月亮啊！哎呀啦，我原来去找厝边仔做理论，啊两个若撞到吼，一定冤到真厉害啦！我上烦恼的哦，就是即摆月英啊，若走去找恁厝边仔做理论，啊因迄个英弟啊，佫加入即个战场，即个战争就太大。爸，啊你若知影月英啊是去找厝边仔做理论啊？恁两阿嬷伫房间啊，底底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啊，咱讲起来，拄则你毋着咪伫外口咧偷听，这毋是叫做偷听，这叫做关心。臭婊子！迄咪啊，你创啊嘞？你还要甲咪亲安？你较好咧，我偏偏叫你送啥？我好嘛是明早才甲伊亲安。我问你，你前阵要细人，我含天上的感情？做梦者哦！你当时西人，你敢你当哪知？你够艰苦无？你甲阮天上讲，讲我伫外口有查甫人，叫伊着爱较注意的。这款话你讲会出嘴？阿爸，你真是走去甲天上讲这哦？
我这是你刚提起呢，我无向人家庭起用无，我咧无唔对啊你。你搁敢讲你无唔对？我含阮刚出去外口直接生意，你著甲我提三公，我去跟着伊，这种话你哪讲会出嘴？啊你骗我，唔敢甲外口出去计较生意哦，甲外口出去计较生意，敢咪离我遮亲密？笑话哥，回过头转来啦，嘛不是我一人看到，碰我冇看啊。嘿啦嘿啦，我是有看到啦，啊，不过讲哦，不是我讲，是厝边你先讲的啦。啊你，啊你怎得好走啊？你放我一人？啊你迄阵明明看到，我嫌要叫甲伊查甫做伙时，你著讲话，这一定是斗阵的，有无？人已经找来到厝内面了，会闪就尽量闪啦。闪你的头嘞！乡亲们，人咧讲嘞，树头若徛好在，免惊树尾做红胎嘞。平常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你晓得不晓得？就算讲我伫外口有做啥物代志，嘛都袂靠这外人来管啦、啊！你是怎有够鸡婆呢？月英啊，卡叔讲，阮爸若真是早甲天神讲这個，那呢，我替伊只甲你回去嘞。这件代志确实是唔对，要唔过我相信伊的出发点是关心这安尼。伊这边哪是关心？伊明明就是听讲要将我和天神拆分开呢！你是安怎家己厝内代志唔管，然后要管到别人伊倒来？我唔捌看见你这种人，你这么阴天！你是讲煞袂啦？我拄仔已经替阮爸甲你回信了，你是要搁安怎啦？你莫搁骗骗叫好无？这种代志换一个新的，就会当寸断煞的心。假使讲我今日若是去外口，讲你五年前跟着五六个查甫人，你的感受啥款？这就表示哦，阮因伊有人缘哦，真侪人咧拍，因为伊还袂嫁人。啊，不过歹势，嫌叫你无共哦，你有嫁人哦，你咧外口不守妇道，这哦，这人人都有诛之哦。你这卖所讲的话，我拢甲你记起来。假使讲我含天长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分开，这所有一切拢是你造成的。是讲我一定去怀疑过你，过你诽谤，不是你才是我妈的。你怀疑，你也无做，你惊啥呢？你小狗乱吠，你叭叭叭，都是因为家己做的代志，搁咧惊人讲，笑死人，唔知安尼。计神计的，对。阿爸，我你妈的奇怪，你浑身鬼神滚鼻烟，头都袂当跳出来哦。阿爸，我唔是有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这件代志唔好去外口乌白讲。你若真正要怀疑我，应该伊伫外口有查甫人，你嘛要有充分的证据才通讲。你有捌听人讲过哦？掠贼在庄，掠奸在床啦！这个道理你敢唔捌？你安尼无证无据，怎甲天上个头？死狗话，我若真正变面走，反伊甲你告，我再看你要怎甲法官解释啦！啊，气死有影！一拳头去，让两个查某人干嘛？骂你的头啦！啊好啦，要正义你啦！我即摆开始，我就开始找，我一定要甲正义条你大家看，这是一个啥？看，你是月英的红婿呢？你唔去甲叫伊转来，我只不过是月英的大官而已。我有啥物立场通好去甲叫月英的转来哈？莫讲遐济啊啦！我知道你唔去叫月英转来是甚物原因啦？你讲，我袂瘾去叫，我有甚物原因？因为这边是月英生意找错买进来啦。你找错买进，你较输面啦，所以你唔敢去啦。恁错买进，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是你讲哦，月英个知，月英个才会走去找恁错买进理论的呢。事主是你呢？月英个代志，咱大家大门了，所发生个代志，若是唔对的吼，拢是你才去的啦。你是要讲一句话，甚物意思啊？因为我也娶月英做某，拢是你做主的。吼、哦，啊，那安尼过去，自从月英踏入咱道家大门了后，伊所做唔对的代志，我拢总爱盖瓜承受，是毋是？你家己知影就好。我是你的老爸呢，若无恁这老爸，你今日有法度来伫遮坐？你敢对你这四大人讲这个话？人总是有前世的啊。我即马心情无好，我唔知来甲你讲即落话。
紧的啦，紧对字去甲看卖咧啦。爸，我会为我拄只行为，甲你回失礼啦，歹势。你敢唔知影，明叔对一个查某人偌重要？我今仔日去红国会，我含家宏无正当的行为，一口气我敢吞得落去。我了歹势啦，我不应该怀疑你啦。当初是初爷姐在你的面头前讲的时阵，你就应该变面啊！你爱甲伊讲，你某唔是这种人。你做一个红衫人，为何恁某都袂晓？你是空气，人讲啥你就信啥。你敢知影你安尼怎做？我有偌伤心。阿玲啊，唔是安尼啦，我甲你保证，这种代志以后绝对袂阁发生啊啦。假使讲家宏对我好，恁也是袂放心。要哪能明仔载我就甲家宏死透了。会赢才通赢，不是爱赢才会赢。面对困难，唔通惊。